的产地美国市场而言，不管你想怎么改装野马，都是件轻而易举的事儿，随处都能找到资源。不过远在大西洋另一边的英国可就不是这么一回事了。因此，来自英国的改装厂 Life Sudden 日前就以野马 GT 车型为基础，推出了名为野马3的 CS800 的全新改装作品。顾名思义，就是辆拥有800匹最大马力的超级猛兽。其实第一眼看到这辆野马3的 CS800 如此夸张车身线条装点，想必不会有人小看它。除了全车装上了碳纤维前下电瓶翼、碳纤维侧裙、后翼子板碳纤维饰板、碳纤维尾翼，以及整合了双边四出排气尾管的碳纤维后下分流器之外，抢眼的打孔通风引擎盖，更是让人一眼就能记住这辆野马3的 CS800 猛兽身影。至于车头引擎盖下方所蕴藏的，正是一具加入了二阶机械增压系统的 5.0 升 V8 引擎。厂方还针对中冷器进行了大幅度升级，同时更换上全新的燃油喷射系统、全新进排气系统，让这辆野马 GT 的最大动力能够一举暴涨到800匹。搭配足下的三段式可调运动化悬挂系统，让这辆野马3的 CS800 的底盘表现也能跟上动力升级。根据目前厂方所放出的资讯，这辆野马3的 CS800 可是要价64,950英镑。当然 Life Sudden 厂方也提供单独的定制化设定，提供消费者想单独针对动力或者是外观套件进行升级。